十字公布今年度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，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得到全国施政标杆首长，日前率领市府团队前往领奖。黄敏惠强调，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市府团队施政的重要动力。会使领奖是城市的光荣。一年一年，我们也可以自己检视我们自己。嘉义市今年能够在标杆，县市首长，我想在这里呢，这是全民共同努力，还有市府团队的用心。嘉义市市长黄敏惠表示，嘉义市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之下，对后段班行到上头前。除了提醒市府团队检验每一年的施政方向，也提出实际方法提升城市竞争力。评审团也指出，嘉义市政府这几年的努力，让嘉义市变成青年宜居的热门选择。世世代代不客气，大大小小都嘉义，我们都希望真的打造一个面对永续当中，经济爱发展，社会爱进步，环境爱保护。所以这三大的一个层面里面，这也都是我们所重视的。另外，市府团队也提报城市地理卓越奖、经济成长组两项优选、社会成长组一项入围。综合评分的结果，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和嘉义县、连江县、屏东县和台东县并列标杆组，76.4分是全台第5名。记者周淑胜采访报道。